大家好，我是奥盛科技董事长许文乾。奥盛科技是2006年我在苏州创立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。经过11年的努力，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中国第二大的碳纤维应用企业，在全世界排名第八位。公司已经引进了台湾跟香港，还有江苏省高投作为我们投资的基金公司。公司计划在明年第四季度在海外主板上市。我们主要的应用的市场是针对风电行业、汽车还有笔记本电脑市场。希望在2025年，我能够带领奥盛科技成为全世界最大碳纤维应用的企业。同时也感谢所有的这个同行上游下游的这个企业，包括基金公司，包括全体员工的努力，让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中国第二大，大家一起努力，争取到2020年做到世界第一。谢谢大家。